现在咱们应当欲做大经，那么咱前有讲了智行比丘问了呢，咱欲做有关着这戒定慧的问题，也就是呢，那么欲做问讲，你的新秀大师伊的戒定慧的看法如何？哦，那么智行比丘在回答了后。六祖老人家呢，伊讲我对了戒定慧的看法，含新秀大师的戒定慧的看法呢，有所差别。那么是差别是倒位，如何差别呢？下面咱就要详细解注意报告这个问题啦。好，那么首先要解注意讲，不论是谈戒定慧也好，研究三宗十二部教典也好。参禅也好，有唯识学也好，天台华严也好，最后还阁是呢，爱道归自性，建立自性就对。如果修道并无意用要建立自性呢，安尼修道就出了问题啊啦。所以呢，开悟圣经伊咧讲哦，有无起来心应识。内外中间都总无，能见如来真佛处，但看照样生得故。那么这四句什么意思？头一句伊甲你讲，有无来去心应识，内外中间呢都总无啊。伊这意思就是讲，咱的菩提本性本来就袂当。偏于有，哦，偏于无，也就是偏于色、偏于空的意思啦。哦，啊嘛无呢，有来有去啦。哦，众人来来去去，啊不着来来去去，一切法一切相啦。如果有法度安尼，心永远都寂静，哦，知识来为者呢，渐渐啊，要明心见心无问题啦。那么说来去呢，伊个讲内外中间都总无，等你的心对着外境无贪着，内心无执着呢，哦，执定空修执，贪空就爱牵住掉，哦，也就是讲呢，一旦人无念、无住、无想，爱甲牵住掉，你心内若有住。外口上无理，安尼呢？你无达到呢？即款境界为者，你要见性就难啦。叫做内外呢，中间都总无啊，无唔对。以上理想，以念不主念，哦，以空理空不主空，安尼怎有法度呢？你的性来解脱，来明心见性啊。如果你若是所谓要建立如来、建立自性、建立发心的位置呢？讲但看照样生得故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照讲照样，照啊所成样啊，它有可能生马啊，故就是一款马较细只的马啦。哦，那么照样照讲，哪讲要伊生啦？吼，哦，伊嘛生只照样啊囝。
啊，石羊才有可能呢，生石羊仔，无可能嘛。啊，何况佫生马，迄更加都离谱。所以叫做呢，子虚乌有啊，虚无此事啊。这件代志根本就无可能诞生嘛。哦，叫做子虚乌有啊，哦，虚无此事啊，无唔对。这就象征表示讲咱的性是无色无形、无来无去的。那么在这微妙当中呢，哦，去定义本性。那么你用这个幻化虚妄的事实，是要衬托你本性，无可能啊！哦，幻妄无可能成菩提啦。哦，你用妄想意识要来修行佛道，无可能啦。因为幻梦必定无究竟，幻梦必定有生灭，用生灭有漏之法要成就菩提，因都唔对啊！就是讲要煮沙成饭，这无可能。所以唔好伫这有为法认真，伫生灭法认真，梦想意识伫个认真，终归了最后，见不了性，成不了佛的。好、哦，伊意思就是唔忙伫。子虚乌有，虚无处事。哦，在那个无可能的当中呢，才变成可能。安尼，你根本无法度找你发心。金刚经无讲，欲以识见我是人行邪道，无唔对啊。哦，阴声求我嘛是行邪道。哦，因为佛性本来就无形无色嘛，像我讲的。伊总是袂当讲佛性是白透明的，佛性是乌红青白叫我色的，袂使，因为性无形无色。哦，所以你无透过这点为者呢，伊这幻梦要求出菩提，始终都无可能啊。所以唔得讲，但看石羊生得久啊，都、就是这道理。你要看佛性，你看佛性。要见如来藏，要见呢？哦，无过性，哦，要见真如，你袂当呢？用这石羊生得久，哦，这子虚乌有，虚无处事的事实，无可能变成菩提啦。哦，这点非常要紧啊！哎，你乖乖啊，就是呢，有无来去呢？心应识，内外中间呢？道中无，安在我就见你菩提本性啦。安注意了解吼，就是讲你的心伫外口一切相爱离掉，念头念念无杂无染，一念二念，安在我度来呢，消除你的尘埃，消除你的妄想意识，然后净空你内心所有尘埃。无明烦恼顿顿，要见菩提本性，才有机会，才有可能来见你本性就对。你知影吼，非常要紧哦。所以叫做叫你爱修呢，无住、无念、无想，安尼就无唔对啊啦。好，那么庞大师哦，哎，有话要讲话啊。心如即是做，心如即是做，境如即是禅，如如都不动，大道无中边，若能如是得，可谓何中人？非常的庄严。心如即是做啊，你的心敢如如不动啊？卖讲见境心动啊！哦，见境思情啊，而且呢，心攀缘过去，盼望未来，现在念念听未落啊，安怎叫做如啊？你坐担遮也是呢，热蓬蓬啊，坐未掉啦。所以心如就是坐啊，如如不动，无如如不动，安如何叫做坐呢？你坐担遮呢，根本就坐未掉，成干落安尼啊。哦，无唔对啊！哦，正如即是禅，即以上理想，了解诸法本来是幻化，性别之法，
安尼心就摆平啦，无生无灭啦。总静如即是禅，心如即是住。有道理。如如都不动啊，大道无中边，真正确。吼、哦，以相离相，以空离空，内外如如不动。安尼呢，你菩提法王当下现前啊。哦，安尼修道那无法当呢，离两边的位置啊，是永远的沉浸伫有，沉浸伫空，沉浸伫有，就是凡夫众生啊，无了解自啊无我啊。哦，啊你沉空修集，住伫空的内底，自性人嘛，无究竟嘛，自了含而已啊。所以大道无中边，大道就是菩提本性，唔当住伫有，住伫空，住伫性，住伫呢相，爱两边呢不着，爱离掉净化掉，行中道，看中道都不可得，叫做破而不着一的，你知影吼？无唔得，大道无中边，若然如是等呢？可谓好中人，你若安尼来正悟体解为者呢？你花体出红莲呐，无唔对啊！哦，咱人伫五欲六尘之境三界内呢，不能出红莲，不能出法王，原因就是呢，咱沉浸伫现象界，哦，所谓呢，住伫这个有，住伫呢色。哦，无唔对，你那是识是幽灵净化为正呢，灰出红莲呐、啊，哦，灰染出红莲呢，所以简单讲，咱的禅的阶段呢，绝对在生活当中，并无离开这里呢，恶作恶事，讲另外有呢，菩提可得，可以见性，哦，无唔对啊。是解脱伫世间，哦，修行在人间，生是佛道嘛是人间呐、啊，哦，未当离开行住坐卧，然后禅果修啦，啊嘛无离开咱娱乐世中浑水打茶，哦，办理该办代志呢，哦，讲迄唔是禅，那安尼呢唔是佛法咯，禅的本身。就是动静当中，哦，讲话言谈甜蜜的当中，你有去体会无？安尼尔，所以呢，开悟圣贤有人讲啊，啊，有人讲，行也禅，坐也禅，你欲动静体安忍，讲了非常庄严吼。你走路嘛禅，结界嘛禅，讲话嘛禅。无讲话，沉溺的时嘛是禅，未当离开自性啊。哦，嘛会当讲，你行路无离开自性，你坐时无离开自性，讲话时无离开自性，你无讲话沉溺的时无离开自性。叫做呢，行也禅，坐也禅，里面呢，哦，动静呢，体安忍啊。哦，只是伫安尼无染、无杂、无染、无住理想安尼尔，安尼呢当下就是自性解脱，游戏三昧，神通自在啊啦，敢毋是呢？无唔对，安做未到呢？哇，何世间白掉呀？一切万法给你颠掉呀，像他妈呢吐丝颠盖的自困之心同款啊，差这个未共尔。哎，就了解吼。好，那么去听我。那么以上就甲注意报告，讲咧修行爱明心见性，禅的解脱伫咧生活当中。那安尼呢，去通达去体悟呢，要正行各位见性就在眼前啦。好，就去听我。下面就是六祖呢，要回答了智行比丘讲。哦，六祖，哦，伊个见解，含心修，伊个见解，
对着戒定慧有啥差别呢？下面就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。哦，智行伊嘛知影，讲戒定慧只是一种名，它有啥差别呢？哦，啊，六祖就讲啊，讲我的看法，对戒定慧佫另外一款的见地啦，有我独到的看法的。哦，新秀大师讲，哦。众恶唔通做，就是戒；啊，众善都爱奉行，叫做慧；自净其意，叫做定。哦，伊看是安尼啊，啊，我六祖看，还堪伊个差别个。啊，差别是倒位呢？来，咱看六祖大经哦，书曰：逆书戒定慧，接大圣人；我戒定慧。接最上圣人，五戒不动，见有敌疾，逆听我说，意必同合。我所说法不离自性，离体说法名为相随，自性相离。此地一切万法，皆将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，听我即法。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净光，心起心来本三昧，心闻机灰下，乃成一机物，我闻幻心幻合究竟，回处真如法幻不净，殊言之。何以成佛？逆书戒定慧，劝小金智人；我戒定慧，劝大金智人。若我自性，亦不离菩提涅槃，亦不离解脱之见，无一法可得。方能建立万法，若解此意，亦名佛心，亦名菩提涅槃。亦名解脱之见，见性之人入亦得，不入亦得，起来自由，无智无碍，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游于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自性在起思维，如何是不离离？书曰：自性无非，无痴，无乱，念念不借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畅怀尽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我，顿悟顿修，亦无渐处，所以不离一切法，诸法即灭，有何处得？自性礼拜。愿为即时雕饰不害。这段讲得非常的精彩吼、哦。这也是这段呢，咱日本思想嘅演讲嘅时，会运用六祖内底呢，遮尔多嘅经文，加甲全部过啦。这嘛象征了六祖老人家去修行，也解脱法门。嘛，幻化普天之下来建成解脱的法门啊！这段非常要紧哦，注意听好啊！好，六祖已经讲啊，讲自性必修啊，哦，乃是所有的听众，你听好啊！伊讲逆书戒定慧接大圣人，哦，我戒定慧接引呢最上圣人啊。都差这没讲呢，意思讲新秀大师伊所讲的，哦，诸恶莫作，就是所谓痴戒，哦，众善奉行，就是正中大智慧，功夫的问题，哦，自净其意就是禅定，伊呢讲也是对，绝对正确，但是伊所接引的众生是属于大圣人呐、啊。
有那无简单啊呐。啊，唔过我慧玲所讲的界定位就甲伊差别啦。哦，差别是倒位呢？后壁我略做会详细讲恁听。但是还未讲以前，我先讲，我所讲界定位是接应的最上圣人。吼吼，要你见性成佛就对啦。哦，顿教顿修的。哦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互你涅槃现前，见了你如来藏，见了你妙觉，见了你法身呢。所以我的界定位是接应的最上圣人的。嗯，因为伊的见地、伊的解说、伊的看法有差别，所以见性就进入慢呢。伊嘛是我都见性，但是伊较慢点啦。我会直接就讲高地义理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新修大师徛伫因地，渐渐修，渐渐修，修到圆满的时呢，啪，点无你成佛，叫做见有地基啊，见地有快有慢呢、啊。你五因不同，各有差别呢、啊，爱自了解吼、哦，去听好。好，至诚比丘，你详细听我讲啊。那么到底我讲的界定慧和新修所讲界定慧呢，敢有共款？啊，差别是倒位？来，你注意听我讲哈，伊就讲啊，我若做演说一切佛法，一切佛法无离开自性，离开我的自性，演说一切佛法呢，该是相随，也就是讲呢，你本身接着一切法。说一切法，当然呢，染一切法就无清净啊！这相随，你自性相离。所以有人真够讲话，但是够讲话唔像伊菩提自性讲的，唔是用咧无生无灭解脱的心讲的，唔像涅槃不生不灭的心来讲的，伊像有果哦，十四妄想、妄想意识，用六七意识的因缘有法。叫做相随，因以离体说法，离伊本性说法。那有人讲，嗯，啊，伊嘛用心，你嘛用心，无差别喏。一个是清净心，徛伫各地说法呢；，啊，一个徛伫呢因地，哦，有梦想意识心说法呢。所以讲社会上人嘛，真侪人搞讲话啦，搞讲话拢用心搞意嘛，六七二性诶，分别执着心。结束一切法，哦、所以以伊清净的本性说法，讲话，安尼叫相随，染着一切法相说法就对啦。安尼自性相离，安尼说法无清净啦。安怎样吼？所以说讲啊，我安尼说一切法呢，无离开个自性哦。啊，离开这自性说法呢，叫做相随，染着一切法说法啦、啊。安尼呢，自我一个我人，哦，啊，自性相离啊。伊个讲，应当爱怎样啊？一切万法皆将自性起用啊。他是故意惯伫头前啊。哦，伊惯伫头前即句话，就是要演讲下面伊大道理最上圣法啦。用爱怎样？啊，怎样一切万法呢？该将自性启用出来，是真正的界定慧。吼、哦，一句就讲啊，也就是讲，自性先界定慧，界定慧无离开自性，离开自性界定慧不可得。所以唔使头一句给你灌头前啊，在后边开始演讲伊界定慧的认知啦。讲一切万法该将自性启用，离开自性。一切界定慧不可得，是名为真界定慧之法啊！吼吼，一就了解吼、哦，讲来之前你听我讲下，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哦，不增不减自金刚。心起心来本三昧，哦，讲出是五句的名言啦。
所以啊，玉祖呢讲话渐渐渐来来来啊，拢总无离开自性，则是渐，则是来，则是人人人人人格格格啊。所以演说一切佛法离开自性呢，拢总是相随。哦，唔是叫称心说法，你是用妄想意识、六七意识，用心教意嘛说法。所以你讲你家地呢？哦，因果下未转来，内容起脉讲未好，头前跟后边矛盾，哦，啊中跟双边接未好势，叫做呢理性说法、妄想说法、心教意嘛说法、六七意识无正法的说法，哎，就了解吼。啊，所以六祖是为各地为如来众生妙觉，为发心直接发出来发啊。吼吼，伊讲啊，心地无非自性界，你心内那无是非，那无起邪念，起非法，起杀盗淫妄，哪来会犯戒呢？所以会犯戒未犯戒呢，是心的问题。心若解脱，哦，哪里去犯戒？脚手太叮当。你卡手的叮当，就是呢，心有动，有生这念头，因此呢，再去触犯到呢，五戒啦，十恶啊，做下了呢，滔天大罪啊。心有动，所以心若无有非，有邪念，哦，心若是有呢，有非法，哦，无正觉，有偏有邪，哦，哎，动啊，自性就戒啊嘛，是不是啊？吼吼，是戒是戒心，心戒又好，卡手就听话啦。你讲偷车，会讲抢劫，是啥物人在驱使，啥物人带动？伊个总源头是倒伊，伊个司令台是倒伊，伊个决策无离开咱自性，自性来解脱，乖听话，卡手就袂叮当啊。人讲心动不如行动。稳稳耶耶，讲入咧自性入来，心若不动，你行动就停止。你行动停止就是心动，伊有脚动、手动动掉的啊，哎，就了解吼。所以自业会动邪念，哦，你动非法，动个歪歌念、无正经念，安尼才会采出行动，脚手才去做啊，杀到阴梦中走出来啊。所以戒是戒心。心若戒住，卡住就听话啊，就解脱啦。这个心地无非啊，自性戒。吼吼，水当当，当当啊水啊。过来，心地无起自性慧，心内觉得开啊，三迄顿断啊，三德浮起来啊。他们心上无明，一念无明都净化掉啊。这个时阵。哪里有个有所谓呢？有如此可言呢？无唔对啊！你自性慧八智慧就开啊！安尼无形中你无明如此动啊净化，叫做心地若无起，起就是有两款的说法，就思想观念有颠倒，有出入无正见，叫做起。啊，买当称呼叫做无智慧。无了解真相，所以叫痴啊！啊，是你思想观念有病，叫做痴。啊，今仔日见识迄真沙迄无明迄，拢总净化掉，起了大地为正见啊！哪里有痴可言呢？啊，既然无痴，地位就生嘛。哦，安尼无离开自性啊！哦，叫心地无痴，自性慧。非是为自性发出来，哎，怎样哦？我离开自性，哪里有智慧啊？智慧就是呢，咱真如的妙用啊！啊，你妙用哪里会当离开心呢？未使嘛！所以心地无起，自性非，非就啥？心地无乱，自性定。你的心那已经有禅定无乱了呢？禅定就啥？所以六祖正讲、倒讲、少讲、反讲，伊敢讲一句尔，
哦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起用，安尼就是真正界定慧啦。拢无离开自性来说界定慧，离开自性说界定慧，一切拢是天门外道。因为甲咩心性心地无关系，哪来有界定慧呢？吼吼！所以我常讲，欲做大经的看一遍，实在无开悟也未得啦。无正成各位也未使啊！达古拢讲伊心地伊呗，达古拢讲伊呢真如伊呗，达古拢讲伊呢又发心伊呗啊，无唔得。不增不减啊，自金刚什么意思？咱的心在烦不减。在性不增，无增无减，当然是金刚。金刚是不坏体啊。好、哦，请借问啦，你死骨啊百万岁啊？好、哦，你死骨啊呢百万亿年啊啦，死呢骨啊百万无量阿僧祇劫啊。啊，你性敢有减了？无减了啊。哪怕呢，除非水死去。和原主大扎个脆果果，那是肉体脆果果啊！你发心无脆意啊！金刚就是呢啊，软软甲比麻子甲软，硬硬甲比金刚当朝铁壁搁较硬，叫做软树多如啊，哦硬树铁壁啊，这就是你发心，叫做金刚体，本来无增无减啊，百分之百正确。无离开你自性，心起心来分三昧，三昧个心起心来分三昧，三昧禅定。我南北二路到处弘法恭敬，我无染一切法，无染一切众生，一切尘埃无染，以相离相，以念离念，以诸离诸。哦，众人来来去去。那么我的心无染着这来来去去一切法一切相，这就是禅定啊！禅定无离开自性啊，叫做心起心来本三昧，安处了解吼？哦，六祖是伟大啊！话古在讲的，吼吼，就是有通达见性的人，伊安怎讲就对。哦，啊无见性人，无五明心地人，安怎讲都正达。都会矛盾，都会出入啊，都会障碍啊。哦，所以六祖按照讲，两种意味，两种对，万万无障碍就是 A 意思啊，变在无碍啊。要大家变在无碍，先决条件，你若有见性呢，一切拢好讲，一切拢好做成就。那么至诚比丘听六祖安尼讲，戒定慧无离开自性呢？欢喜噶，目屎黏黏流咯，或者忏悔感谢咯，顶礼过三拜呢。哦，然后一阵呢，写了呢几句的吉祥呢，听我这个六祖慧能祖师看呢，伊讲我闻幻心啊，哦，幻合究竟啊，回处真如法幻不净，就是讲。今来我彻底有五明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啊！原来四大五蕴是幻化之躯啊！哦，幻化之躯的身体有啥物究竟？有啥物圆满呢？伊是有老生灭之法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住不住啊，靠不住啊！哦，幻化之物哪里可住呢？不可定嘛！所以才讲幻心哦，有无究竟啊？哦啊，最后啊，倒归为真如妙觉本性就得丢，叫做回处真如，安得丢啊？哦，如果你若够接着一切法的位置呢，安尼呢，真如又个不正义啊？所以法是导咱过彼岸，彼岸若过了后，法爱净化掉，无净化掉，因为法又个隔离的性内底。一个不正义啊！一做了解吼，六祖讲，至诚比丘，你讲的真对，我给你额头赞叹一下，你有五入去啊？那么六祖呢？哦，
伊阁向智性比丘伊咧讲话啦，讲念书也都是呢新秀大师啦，伊界定位是款呢小金智人，他属中华阶层的金智人啊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所讲的界定位不离自性，这五项的具象呢，哦，是款呢大金的智人啊。差不多这面讲嘢，哦。平平讲界定位，哦，你本身所悟的道理会深浅，哦，你所悟的道理会境界关机，安尼呢，大众生就随你所应用。那么新秀大师呢，伊看的是小金智人，我六祖看的呢是大金的智人，咩各个切所在，哦。如果那是我了你菩提自性的时阵呐、啊，有明心见性啊呢，安尼不离呢，这菩提涅槃，哦啊不离呢，这个解脱之见，无一切法可知的，安尼在我都建立一切万法，哦非常水呀、啊，所以讲你若有明心见性，你是过来人，你是善知识，你是。解脱者，你入涅槃菩提也好，哦，无入涅槃菩提也好，哦，你有入呢，解脱之见也好，无入解脱之见也好，拢总共款啊啦。随用就当用会出来，无用的是一切法，一切涅槃就归体，就无生无灭，无垢无净，不动啊，解脱啊。哦，伊就讲无一法可得。方能建立万法，你的发心内底，哪个有真爱，哪个有梦想，哪个有忧伤，哪个有念有住，安尼无就建立万法，叫大空大有，大解脱，怎啊就生出无量的妙法出来？哦，无一法可得啊，方能建立万法啊，正确，你心就真是对了事啊。安尼无个净化掉，因为遐都是阻碍你清净的妙用。哦，这地沟啊内底无水，怎能得一切水？地沟啊已经有水啊呢，其他的水就得未入去啊，会漫出来溢出来。这条纸啊未画时，哦会当的画东画西，这条纸画到满满满啊，这条纸想要画就无空间通画啊。你食饱就无在再去食饭啊。你不到腰会当得真济物件，佛法解脱也同款。好、哦，你心万法不离，能建立一切万法。心若已经有十思妄想、妄想意识在前思外，心已经呢得到顶二天啊，走十走了呢。你就要去慈悲一下无量的妙用，要建立一切万法难呐、啊。由这有讲到空，由空讲到有，就是一句话尔。哦，一切万法呢，哦，不可得，怎能建立一切万法？大空大有，不空就不有啊。大家空有不二，走到真空体妙有啊。哎，就了解吼、哦，这非常要紧哦。你那我多体解这个道理为啥呢？叫做佛心呢、啊。也名为菩提涅槃，也名为解脱之见，哎，注意了解吼，无唔对。所以啊，啊，见性人，伊入也丢啦，无入也丢啦。哦，那么这修道人，伊家这所在来，用来去自由啊，哦，无地无碍啊，哦，应用呢。随俗应语呢，随答，无唔对啊！恭敬无所障碍，行路食饭困无所障碍，无烦恼之心，无一切烦恼去颠调的，安尼叫做无地无界啦。应用随俗，哦，我要用随时用得出来哦。啊，无爱用的是呢，一切法未得搞我交叉，未得搞我搅局就了啦。啊，未搞我障碍。伊自性解脱啦、啊，你问我啥，我答啥。无人问的是呢，我袂当只自言自语，就唔是好个。
哦，会知影个，无甲我问我只自言自语有问题啊呢？哦，迄个精神病走出来呢，所以呢，发恶作事伊解脱，要用诶时用诶出来，无用诶时呢，发伊袂甲你调查。哦，应用随作啦，你要用要做，随时会当用，要做会出来，自性拢随时甲伊开明就对啦。哦，应语随答。你问我问题，我马上回答。哦，好，这就是所讲的普见化心呢、啊。嗯，自己记录自性的化心出来。人来我讲人话，鬼来讲鬼话。哦，地狱精舍来讲地狱精舍话。我该体系去向善断恶，去见菩提啊。菩萨来讲菩萨话，佛来讲佛话啊。哦，安尼叫啥呢？应用随俗，哦，应语随答，哦，普见化心呢，不离于自性。我安尼做，你当下，哦，是不是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呢？其实不止三十二应身啊，叫做无量百千万亿化心呢，普见自性化心，不离于自性。那么当下。就是呢，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呢，这就是见性啊！你就了解吼。哦，六祖讲这话啊，阮听你家的啊，心不但欢喜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难无啊！你要听这话，那无相当生生世世甲这世的人，会努力勤于改正为修行呢。要听这话难呐、啊，这话像我讲的，人人人格格讲的，哦，有的人奉行如来正法二三十年，还阁迷迷糊糊呢。啊，六祖三两句话，达句要倒归自性，见自性，互你明心见性呢。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起用啊，吼吼，到最后叫做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。是名见性啊，最后就见性啊！吼吼，这个时阵自性比丘呢，如果是欢喜噶、感动噶呢，目屎咪咪流，向六祖顶礼三拜，伊个讲话啊，伊讲如何是不入意啊？哦，伊讲不入啊，不入是啥意思？卖入一切万法啊，不入你啊，讲来听看卖哩。六祖伊就安尼讲，讲自性无畏，自性无痴，自性无乱，也就是呢，界定为不离自性，伊无乱无痴无畏，哦，啊念念呢，这个法界观照，常离法相呢，自由自在，畅然呢，哦，畅怀啊，尽得，哦，有何？哦，可能呢，无唔对啊，唔免事先就立法伫心内，再说一切法。哦，那么你越空越有，你若未正要就意识立场，未正要准备宽摄伫你心内啊呢，安尼都唔对。哦，伊讲啊，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啊，我刷入去呢，念念不借观照啊。我想你一切法相，心心心内空空洞洞啊嘛，发心现前啊嘛，这个时阵唔得，真正自由，真正自在啊！哎，能畅怀真谛，哪怕呢，你呢会当畅怀三智，畅怀十方，无所障碍啊！哦，有何可立啊？也够有三样行个立呢？唔一立，哦，啊你立随时当立。啊，未正位呢，意识入伫遐呢，安尼呢，你一切办法不能生，生出来爱乱七八糟啦。噶最后自性自我，顿悟顿修啦，亦无暂处啊，所以呢，不入一切法啦、啊，因为诸法即灭，有何处得啊？吼吼，非常的水哦。玉祖甲你讲啊。自性自我啦，啊！你自性唔爱家己我，叫佛祖家己我，菩萨家己我，
叫你当参导游给你哦，叫日本给你哦，迄无法度呢。因为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，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的，是各自独立，一边一国啊。哦，你是一国，我是一国啊。哦，你是独立，我是独立啊，互不相干啊。我也无法度代替你，你也无法度代替我啊。哦，你要修行正果，你爱用功；我要修行正果，我爱用功。你我大家自性自我，家己性家己我。你若听了这个见性的法门，你顿悟来顿修，大家都顿的呢，顿的种直地心源，直地的真性，顿悟你的自性，拢直接就对了，无干涉，无处置，无框架，无方便的，要自了解哦，叫做自性自我。顿悟顿修，亦无暂处。所以开悟见个人，无甲你讲，我见一个、二个、三个、四个哦，无了一个、二个。禅宗直接就讲见性成佛，直接讲心地，无落入任何一个界位，无落入任何一个暂处，无处地，哦，无有阶段的，叫做呢，亦无暂处啊。所以不离一切法啊，这是不离的意思啦。因为诸法即变嘛，哪里有所谓暂处有处地，还有依顺呢？好，要怎样吼？那么这个时阵啊，咱自性比丘，甲这个所在大彻大悟啊啦，准顶礼六祖慧能祖师三拜呢，愿意陪伴六祖一世地人。做伊的使者就对。那么早晚呢，伊自己用功修行保养身体，家己的台湾政治又发生，伊的自性诶，甲保养哦，较圆满诶，开始修复修复的时阵啊，拢总无害待着。哦，所以自性比丘福报足大、啊。开悟祖师呢，伊讲如本法师啊，来我讲两句来。好，那么请开悟祖师，伊要来讲功能句话哦，大家听好。开悟性经云：自性向逆迷时，亦不是；悟时亦不得。前真自性本无生灭，原来是我一心体。真对。咱的菩提自性，哪怕呢？你道生累劫的四生六道轮回，嘛无失去，嘛无叫拍架闹去，好叫碰见去就对了。哦，哪怕是已经降悟正成高位，成就无上菩提，你自性嘛无加一丝丝啊，无得了，因为你本性就是无失无得嘛，无增无减嘛，无唔得。那么天真自性本来就无生灭啊！哦，照讲呢，灭就不该生啊，无唔对。但是呢，伊哪怕是生灭无量阿僧祇劫，也是无生灭。哦，无唔对啊！我讲过了，你的佛性哪怕有水淹没死啊，淹未死；火烧啊，烧未死；原子弹那个炸脆果果啊，炸未脆啦。无唔对啊！因为菩提本性是无形无相，如虚空，虚空如何杂？哦，有脆有死，是四大五蕴之体啦。你菩提自性本来就无生灭，本来就未死物件嘛。哦，所以天真自性呢，本无生灭，原来是我一心体啦。原来就是块菩提本性啊！祖师讲真对，好，那么下面佫听哦，开悟性正要讲话啊。海阔天空渺无涯，三依一钵还千家，自性自在定不染，菩提精智自开花。爽快，水开，阿萨利，这就是讲了。
这出家人修行呢，会当是一大殊因缘呐。哦，要开始悟入佛的知见，开自己知见，入家己知见以外，所以出家比较靠空间、靠时间来修行啊。这就是咱的一大福报因缘呐，无唔对。那么伊讲啊，海阔天空妙无碍，哦，海遐尼广阔，遐尼深，虚空的遐尼广阔，无一个边界呢。就表示讲，一修行人呢，用畅怀这天下无所障碍。哦，提到伊三依修改了后，五依，哦，七依九依啊。那么会当还亲家，到处分流啊！哦，有着五明心地嘅努力啊，无唔对，自性自在，定不染。哪怕是绿色出离绿门，分别一切相，心无沾染，安尼就无唔对啊！最后你菩提自性，精进自开花，开悟正果也是你家己啊！所以咱今日讲福报。你我大家会当来合佛修行，尤其因缘啊生息的时，大家呀、啊、来出家修行上好。像我讲的，比较较有空间、较有时间呢、啊，要悟明心地，要见性成佛呢，这不是困难代志，嘛较有机会就对了。因为在这时啦、啊，和树结白条的，和囝儿白条的，和儿女白条的。寸步难行，要修行正果，明心见性难呐、啊。所以尽量创造机会来一面成圣呢。咱行这条路，哦，绝对是正确，也不入门呐。哎，就了解吼、哦。哇，时间到了，咱六祖大经明仔载呢，同时间再会。